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呢再介绍一幅藏传佛教的壁画。我们一路走过来呢，很多寺院里边都有很精美的壁画，但是呢，有很多壁画呢，它是共同存在的，有一种共性是每个寺院里边有的。就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应人千像和蒙人驯虎这两个图。应人千像呢，我们先来看，左边的这一边。蒙人驯虎，什么是蒙人呢？他这个相貌是蒙古族的人，然后呢，他手里拿的一个是铁锁，这里拿的是一个，他驯服了一只老虎。这个呢，他是在佛教里边认为呢，他是三大士的化身。三大士呢，认为，这个，蒙人呢是由观世音菩萨所幻化而现。然后呢，猛虎呢是由金刚手菩萨幻化而现，那这一锁铁链呢是由文殊菩萨幻化而现。那么，要这个金刚手菩萨幻化的这只猛虎呢，代表着我们内心的嗔恨和我们内心的许多的这种违缘不调。那如何能降服了我们内心的违缘和不调呢？就需要慈悲与智慧作为一个借力的东西，作为一个绳索去降服。那么，观世音菩萨代表了慈悲，文殊菩萨代表了智慧。那要降服嗔恨，降服内心的这种威猛凶猛，就需要用慈悲和智慧二资粮来滋润自己的身体，从而熄灭自己的贪嗔痴慢。那么，我们再看右边的这一组应人千像。应人千像呢，他的装束呢，他是一个印度人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个大象呢，代表着我们的内心。然后呢，应人千像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说是我们这个大象呢，就如同这幅图的寓意呢，就如同这个汉地禅宗的这个石牛图。它这个寓意呢，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内心狂躁不息，像一头威猛的大象，难以调服。但是呢，当我们遇到合适的良机，遇到到合适的主人，这里把主人比喻是佛陀的教法。我们遇到合适的教法，遇到合适的良机的时候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可以借鉴佛法来调息我们内心的这种威猛和凶狠。当我们调息了内心的威猛与凶狠的时候呢，就便会获得安然。那么安然呢，就如同大象身上所托的这个宝物一样，是最大的财富。所以呢，说是在当今社会。于丹讲过一句话，在当今社会和同白岩松说过，在当今社会21世纪里边，最大的奢侈品并不是我们有限的财富，而是内心的安然寂静。那么这一幅的图的表达意义，就是我们通过佛法的教理降服了我们内心的威猛与凶横，让我们内心得到安然与寂静，就是得到了最大的财富。阿弥陀佛。这是从这个大殿出来，上到二楼的舱。哎，真是一道天梯呀！哪里哪里都在表法，修行真是不容易。人家说，慢慢的走，快快的到吧。阿弥陀佛。萨迦寺，这里进来，在二楼了。这里是一个很吉祥的殿，大家一定都会喜欢的，就是财神殿。他们非常为了方便照顾汉族弟子，你看。北方多闻天王，财神殿，大家瞻仰一下哈，希望能够早日具足世间修行财富和出世间的功德法财。阿弥陀佛。每一个殿堂里面的喇嘛，就我们汉地常叫香灯师傅，就在这里用功。哪里的？我们是普陀山。哦，
好，这边进来，这里个地方，可以宽松的拍一下了。大家看看啊，咱们在汉地呢叫做大寮，一发心出家到了寺院里呢，沙弥剃度以后就安排在这儿陪佛。这个地方就是厨房，嗯，看，这里是各种壶，肯定有的是盛水的，有的是盛酥油茶的。也供的圣像，这里也供的财宝天王，有吃有喝吧。厨房，大家看一下这两口锅有多大，想象当时的萨迦寺的这个规模，所住的僧众有多少。哎呦，想起了五台山的赶千山灾的那两口大锅来了。虽然是一个大寮，但是它也像一个殿堂一样，大家都可以进来在这里朝拜，放一些供养。这块石头不知道是何以故放在这里，哎呀，摸一下吧，希望见闻者也都能够摸一下，都记下。好了，一路朝外过来，这里到了萨迦寺的外墙了。整个萨迦寺呢特别宏博，这个气势。到最后外墙这里上去呢，我们绕着一圈，也给大家看一看整个萨迦寺的这个全景。那么确实他们这儿的台阶特别的陡，有的地方还有绳子，有的地方没有绳子拽。这已经是萨迦寺的外面了，这是萨迦寺的外城墙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朝拜过的大殿和各种闸舱，绕一圈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里还有一个南楼，喇嘛师傅叫我们进去。阿弥陀佛，这里供的是什么？啊？供的什么？供什么？啊，这里供的什么？供的是这，老和尚的天。哦，哎呀，其实大家以后来西藏呀，最庄严的就是他们老的用泥塑的这些老佛像，还有塔。你看，这尊就是法王的圣像，用泥塑的，很庄严。在拉萨可也可以请，就是不好带，带不到咱们内地。这里可以点灯吗，师傅？怎么点灯？好，我们来这里朝拜，借机点两盏灯，希望佛法的智慧光明在娑婆世界永不熄灭。这个点不了啊。
一德点吗？一德法师，你来点几盏吧，丹增，啊，让我们的丹增也点几盏。今天的有缘，他是典型的一个藏族小伙。释迦摩尼佛十二岁的等身像。好，今天的贴经和披佛衣的功德圆满，给观音菩萨贴，是我发心的。一德法师发心给他的心仪的莲花生大师贴一份。强巴佛，在藏地里面叫见解脱。又见到文殊菩萨，倍感亲切。殿堂非常高，七层楼，所以可想而知里边的弥勒菩萨呢有多高。最著名的辩经是当时宗大师的闭关的地方，十七世的大宝法王就是在这个法座上身坐。